谢，不用谢。哇，过瘾啊！哈哈哈哈，心情发冰粉。哇！哇，用餐的地方一进来的招待节目，蛮不错的。老板爷子是老板的哦。大爷，我爷子老板的。他们就自得其乐。好，吃饭了。点菜啊！是有五十分吗？哎，你好，请啊。刚才就是有一个朋友买了一大袋牛毛，是不是？谁买的？大姐。啊？谁买的？是不是一大袋？对，一袋一袋。总共有多少包？就没人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这么清楚？别找了。哦，不是我这样。纸餐具，茶叶是买纸餐具的。感谢感谢，这个是喝的啦。哎，你要喝要洗都可以，你要洗的话就倒在那里。